你是我见过，卖招摇撞骗的人里吧？混得最差的，这不叫骗，这叫局。你懂什么是古董吗？<笑>古董这点事，你不一定有我擅长。既然有描金，蒜头皮，老这么蹭，金会飞走，高级赝品。宋代胡天瑶剃花斗笠盏，气行青铜。 乾隆青花云龙纹卷缸，乾隆寄来又胆瓶，宽带卷心罐，是壁图，真品，仿的，就这么情况。全队，干嘛呢你们？找宝贝。这幕，别倒。宰了！古曼也好，还有嘲讽也罢。 我来就是要结束这一切。人活在世上，谁没个坎儿？你这手法八代单传，不咋地呀，还没传到我这儿。